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紫米，今天又带大家来吃好西。餐厅位于湾仔与铜锣湾之间，到了，快点跟我入来啦！我们12点左右到了，餐厅都挺full的，记得要 book 位。这里主打一人前和牛沙煲沙煲，午市供应关东风寿喜烧。餐厅装修以日系简约为主，加上一个木框大窗，选用和黄和牛。呢度系用 QR code 自助落单。套餐有菜腩虾滑生鸡蛋饭或者乌冬，日本黑毛和牛 A4。呢款油脂比较少，不过啲油花都好靓。盐蒜优质梅花肉。啲豬肉油花都唔錯，極上黑毛和牛 A4。你哋睇下啲大理石油花，真係冇得輸。食物都齊啦，呢度有兩個套餐，再加一碟豬肉。關東風壽喜燒湯底。劲中意牛肉腩生蛋，会令到啲牛肉滑啲，同牛味出啲咁。等我掉个菜篮落去先。关东风就系要一镬熟，首先试下碟猪肉先。肉质柔软，但猪肉味唔够出。大大块日本黑毛和牛，6至8秒，见到都流口水。我唔客气啦，好滑，肉味浓，都要跟翻盐柱大哥讲一声 ，Umai。最后是极上黑毛和牛 A4， 比上一碟细块。指定动作，眼蛋汁先，入口即化，相比上一碟肉味冇咁浓。个人觉得加15元乌冬有啲贵，因为仲要得半个，所以大家嚟拣饭就抵食啲。其实碟猪肉都可以唔使叫，因为牛肉太好食啦。即人蟹紫虾滑，好好食啊！虾味好出，同好弹牙。因为小红唔食生蛋，就帮佢煮熟只蛋。剩下少少汤煮滚，放只蛋落去搅一搅，煮滚再捞一捞，啲蛋吸晒所有精华，咁就变咗滑蛋牛肉饭啦。注意太多汤就会变蛋花汤噶啦。等甜品嘅时候影下相先。甜品到啦，系抹茶雪饼。试食时间。饼好 Q 都唔错，餐厅总括日本和牛寿喜烧套餐唔使200元，而最高 CP 值就系日本黑毛和牛 A4 套餐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试，就可以去呢度，又或者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我知，仲有边间好食嘅寿喜烧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